我刚才刚给都干了，是不是，哥俩？喝了，喝了，干了。哎，我说，你是干嘛的？ 我问你话呢，来买单的，结账。老师，这年头还有人给咱们结账，还有像他这么孝敬的，那你赶紧的吧。应该的，刀四爷。 外面没警察，已经吃饱了吧？嗯，千万别动手，兄弟们都在门口待着呢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事儿啊？别紧张啊，除了我门口那帮兄弟们。 没人知道在货运站横行霸道，那刀四爷就你们四个这种货色。严打的时候，你们四个够得上黑社会了。哎，知道黑社会什么下场吗？哎。 这是刀四爷让我们给您送来的。刀四爷说让我们给您赔个礼道个歉。四爷给你们家二爷啊是兄弟，大姐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，这点水果算给您压惊的。马总，以后您平安无事，全包我们身上了。这次可真对不住了，不好意思。听清楚了吗？啊，这老二又跟这帮地痞流氓混一块儿。 平安无事，包他们身上，他们什么什么东西，想干什么呀？哎，三儿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干嘛呀，老大？你干什么呀？你不能让老三把老二抓起来吧？老二他也没干什么呀。他都跟那刀四爷称兄道弟了，还没干什么呢？啊，跟这帮地痞流氓混一块儿。 他淌哪趟浑水，你不知道？我让老三把他看起来，等警察抓他，那就晚了。哎呀，老二刚帮了我们的忙，你不能过了河就拆桥啊！什么是过河拆桥？啊，我怎么过河拆桥？哦，不是过河拆桥，是教育老二。等哪天呢，把老二叫回去，你亲自教育啊。这世界很酷。